美食摄影课的第四天又下起了大雪，今天拍摄的主题是荠菜馄饨。老师在阳台上分别布置了反射光源和强顺光源，透过长虹玻璃营造出了晴天上午11点多钟的氛围，室外大雪纷飞，屋内阳光灿烂。怎么样，在这个氛围内拍视频应该很爽吧？请欣赏我们雪天拍的荠菜馄饨。